宗教教育，宗教本来是教育。我们今天在欧洲帮助所有的宗教复兴起来，回归教育。所以学校里头有博士班，活血博士专门培养宗教的传教士，毕业有博士学位，把他们的身份提升，他们正式可以拿到博士学位，可以被大学聘任讲宗教哲学，开这门课。希望就是要做这个宗教教育事业。我们现在在联合国也开始讲这个，我们把联合国看作一个寺庙，我在那边把所有的宗教都找来讲，把所有的宗教都提升到教育。你们做祈祷做分拜拜的时候，到教堂到我这来上课听经，讲基督教的要把新旧约讲清楚，学自己的宗教也学别人，宗教冲突化解，宗教教育提起来，这是我们核心的思想。神爱世人，什么是宗教教育？神爱世人是宗教教育。我们干的这是大事，宗教经典的教学，这是真正的好事，含蓄我们估计顶多十年，要救就这十年，十年之后想救这些教的老师都走，老师都是七八十岁，十年之后都不在了，你想学没人教你，这个很可怕。所以今天干这个事情比什么都重要。